我们要去找那个人，你堂堂王妃成何体统？给我下来！不行，后面有水鬼，丑得吓人。你说谁丑呢？怎么是你啊？你大半夜搞成这个样子吓唬谁呢？啊！好你个蛇蝎女，我还没怪你给我下毒呢，你反倒先咬我一口。你没礼貌！堂堂堂门公子，礼仪学哪去了？ 我可是你哥秦王殿下齐王妃你的长嫂，叫什么什么蛇蝎女啊！你，唐离，你先回去把衣服换了。哥，你竟然护着她！我相公当然护着我喽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你。 若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对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界一切都在无情的崩裂，我会用手中的弦为你。别动！龙飞夜子时入睡，明日寅时又要早朝。 嗯，你凭什么？整个王府都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，你还问我凭什么？还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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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
坏了，他拿冰水浇我，那个国舅
他嚷着用棍子打我屁股，还有那个牢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是骗我的，但是留在那儿也是死，还不如出来拼一拼，指不定救了少将军就不会连累你了。你先下来好吗？他们别以为我好欺负，不就是想对我屈打成招，然后把所有罪名推给你，这些人实在太坏了。现在救人要紧，对，快带我去穆将军府，那个穆青武再不治就无药可治了。